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橙子乐园。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萝卜水晶的收纳盒玩具。先来看一下包装，包装的背面是玩法的介绍，侧面是暗黑的欧布奥特曼。这个收纳盒一共可以装载11个奥特曼水晶和怪兽水晶，这里面还有一个无限赛罗的萝卜水晶。那等一下我们又来召唤这些怪兽们。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萝卜奥特曼的水晶盒，接下来让我们来召唤怪兽和奥特曼进行大作战吧。奥特曼和怪兽要来进行大作战了。首先是罗索奥特曼的火焰形态对战火焰古兽，他甩动了尾巴，把奥特曼甩倒了。罗索奥特曼反击，用一拳打倒了怪兽。他们两个谁更厉害呢？哦，太棒了，是罗索奥特曼的火焰形态赢了。接下来是雷德王对战月水形态，雷德王用头撞击了布鲁奥特曼，布鲁奥特曼反击，他用拳击击倒了雷德王。他们两个谁更厉害呢？太棒了，是月水形态赢了。接下来是古厄巴萨对战疾风形态，古厄巴萨撞倒了疾风形态，飞到了空中。疾风形态反击，把古厄巴萨击倒了。他们两个谁更厉害呢？接下来是石化魔兽对战大地形态，石化魔兽发出了石化光线，布鲁奥特曼反击，布鲁奥特曼反击成功。他们两个谁更厉害呢？太棒了，大地形态打赢了石化魔兽。最后的敌人是暗黑欧布，不好了，他用圣剑打倒了无限赛罗。无限赛罗拿出了他的等离子火花刀，哇哦，火花刀击倒了暗黑欧布。那这里面你们认为哪位奥特曼最厉害呢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。我们下期大作战再见，拜拜。